人人有志的天主，求你亲临这显示伟大仁爱的圣事，并派遣侍卫的圣神，使今夜将领受洗礼的信徒成为你亲选的子民，也是我们卑微的服务借着你的助佑获得圆满的效果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门。光荣颂。现在不记得写人祭台上的蜡烛，我们伴着铃声、献声，喜乐地唱光荣颂，进入主耶稣经过死亡光荣的复活，完成了新约的逾越奥迹。